哇，好香呀！哇，少了少了，小兵哥不要玩了，赶快带着那个小姐姐一起过来吃泡面牛肉丸呀！我今天必须捞他！你别笑！兄弟们，今天用那个花里胡哨的泡面盒给小兵哥做了一道泡面牛肉丸，这味道到不到位？到位！捞他！捞他！你别笑！